on the sidewalk, but that look could kill. They are trying so hard to find all the weaknesses inside, but it's gonna spill. Oh, can we take a minute, turn and face the critics? Let's put flowers in our hair like we don't care. And there's a village clown poof, nobody's stopping our groove. Oh, that's good. Disco, some fun like one of a kind, girl. Till morning's here, when opinions start to guide us, we won't let them define us. No, we'll play it by ear. And I know that you're shy, but we can clown around tonight. You know the circus leaves town when it's time. And there's a village clown booth, nobody's stopping. That's good.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看到前面的影片，再加上这边的战利品，相信有 follow 魔丸的朋友应该都已经猜到了。魔丸上一周啦，也是特别去参加了万代的模型展，这次展期也是维持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一直到10月10号呢，都是有机会可以去参加。魔丸有印象，前一年去参加第一天，这个限定品就是直接出现完售的情况。当时有想要购入的一些限定品啦，其实魔丸到现在也是没有入手的。今年啦，有特别参加，有去买到这个限定品的部分，魔丸个人还算是蛮开心的，今天也就运用点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开箱之前，魔丸还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展区的部分。虽然都是在火车站，可是啦，它是分成了三个不同地点的展区。第一个最好找的，魔丸觉得还是这个限定商店的部分，也因为是有贩售限定品，所以都是要排队入场的。只要看到最多人的地方啦，没有错，大概就是到了这个限定商店。那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呢，也就是属我们一般的展区啦，算是这个万代产品线的部分。会场当中会展示一些已经发售又或者是即将发售的组装模型，当然你有想要参加模型的体验会也是可以直接报名参加。那在最近话题讨论度比较高的，当然还是属于我们的水星的魔女，所以在会场的话一样是可以看到一只将近两公尺高左右的这个风铃钢弹，另外再加上我们狸猫跟米米的等身立牌啦。魔丸个人觉得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拍照地点。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应该也是在今年才新加入的，其实也就是我们钢弹系列的潮流服饰。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展出地点是在其中一节的车厢内部，里面的话呢，衣服设计其实都算是蛮不错的，可是价位的部分魔丸觉得还是稍稍高昂一点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再稍微去寻找一下。简单分享完，当然大家最在意的还是魔丸这次的战利品啦。首先的第一支呢，没有错，一样是我们水星的魔女系列，这次战旗钢弹魔丸也是找了非常非常多地方，总算在这次的会场商店购买到。那价格的部分呢，其实还算蛮便宜的，官方的定价是在513块，现场又有在打9折的优惠，所以实际上购买起来大概也是落在500块以内。价钱上面来说，其实会场商店算是真的很实在，而且以水星的魔女系列来说，大家有想要特别找哪一只的话，其实会场商店是非常非常的齐全。魔丸稍微看了一下，除了没有看到异灵钢弹之外，其他的所有款式，包括风铃钢弹以及风铃钢弹的修改型，现场都是有来进行贩售的，而且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魔丸印象中有看到风铃钢弹好像是在350多块钱左右啦，价格是真的还蛮实在的，所以大家有在找水星的魔女，有时间去会场也是可以稍微去观看一下。这次战旗啦，等魔丸最近的组装模型完工啦，也会再找时间来跟大家做这一次的开箱。那接下来一样属于我们水星的魔女系列，没有错，看到这一个盒装也就是属于我们的限定品，这次有购买到的也就是我们的异端审判者，这一次的会场限定还有我们风铃钢弹的彩
透版本，可是啦，魔丸去的时候是已经贩售完毕了。有看到这只异端审判者啦，其实觉得配置上面还不错，所以就直接入手。这边的话也稍微打开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所做的呢，其实也是做这种白色跟紫色的透明彩透版本，颜色上面的搭配也是使用原始的颜色呢，改成这种全透明的式样。组装起来，魔丸觉得应该也就会更有层次感啦。像是这种彩透的版本呢，魔丸自己还算是蛮喜欢的。限定的盒装价格还是会稍微高昂一些，这只审判者魔丸记得原始定价是在380块，会场的这个彩透的限定版本是落在550块，而且也是没有参加任何的优惠活动以及后面这个转租的活动，大家在凑满额的时候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接下来最后一只，其实魔丸就不是买钢弹系列啦，而是购入我们万代自家的 30NS 系列，没有错啦，也就是万代的机娘。在会场看到，其实魔丸觉得造型还算是蛮特别的，最主要啊也不是这种大众化的脸型，这次的话也是稍微走一点比较坏坏的风格啦，比较邪恶一点点的路线，跟传统的机娘比较起来也比较有个人特色，魔丸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所以就直接入手。价位上面来说啦，机娘系列其实都不算便宜，魔丸这次入手的定价也是在675块，会场一样是有在做这个9折的优惠。这次的会场最主要是入手这3只组装模型，那在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现场是有这个满额转租的活动，只要购买满699块呢就可以参加一次的转租。那魔丸看到的最大奖呢是有一个小妹妹，她总共转了2次，第二次掉了一颗金色的珠子下来，柜台人员是直接拿了一只卡版的钢弹给她，定价大概是落在1600-1700块。其他2奖3奖呢其实也还不错，红色珠子以及蓝色珠子好像也都有 HG 的钢弹，又或者是呢最小盒的这个组装模型。可是大家也知道啊，魔丸毕竟脸蛮黑的，所以啦最后还是只能转到这个最小赏白珠的部分，也就是这一张卡贴。这次卡贴一样是选择2只还蛮抢手的钢弹来进行设计的，左边的咖喱棒，我们的E0钢弹呢就是直接使用 HG 的外盒来进行设计，右边的攻击自由呢也不用魔丸多说啦，这只也是属于 NGEX 的版本，到现在的话呢应该都还在缺货的阶段。之前啊也是有想要入手这一只，等未来有机会可以入手的话，但也会拍摄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的最后啦，只要你有参加万代的模型展啦，其实就可以获得一些小小的礼物。首先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张，也就是我们这个行李箱的贴纸，整体的设计还算是蛮不错的，下面的这几个 logo 啦也都是以独立贴纸的方式来呈现。会场很贴心的是还有在赠送这样子小小的扇子啦，毕竟天气也算蛮热的，魔丸个人还是会建议大家啦，如果你有这种小型风扇的话，记得要带去会场稍微吹一下，还是会比较凉快一些。这次的会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很开心啦，在今年总算抢到我们的会场限定品。那魔丸逛完之后啦，其实又到了附近的精准模型啦，因为之前预购的一些东西呢是正式到货了，其实呢也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个扭蛋的系列。单纯看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猜到，其实这一套也就是我们风铃钢弹的凶相系列。魔丸大概在半年前就已经预购了，预购价也是落在399块，还算蛮划算的，毕竟是这种凶相的系列，刚好在这一周模型展的时候啊顺利到货，我们也就绕过去顺便去逛了一下。那未来啦也会再找时间来跟大家做这一个转蛋系列的开箱。今天的战利品开箱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未来有机会啊又有在参加这种组装模型的巡回特展，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展出一样啊，我们也就会再拍摄成影片稍微分享一下展场内部的东西以及呢一些战利品的系列。今天影片也就先到这边咯，我是魔丸，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